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爪鱼接子。今天我们要接这只骷髅骨头手，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接了南瓜，今次我们接这个骷髅骨头手。因为今天是万圣节啦，特别出的一个是骷髅，怎样接骷髅骨头的手，那我们就开始啦。用一张呢種色嘅紙，若因為骷髏骨頭係白色嘅，所以就呢面你唔使理佢啦。呢面白色噶，你可以用隨便藍色啊、綠色啊、乜色呢面都得。不過你都可以接出呢種白色嘅，除非你係雙面紙啊。咁我哋就開始啦。
啦，咁今日嘅骷髏骨头嘅手就接得差唔多啦。咁都差时间，呢套片嘅时间都差唔多完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